大家看看这个起字啊，细心人就会发现，你怎么把这个山字头给写歪了？实际上我是故意这样写的，也不是我发明创作出来的，这是古人基本上都这样写，写起字的上边所谓的这个山字头都是这样一个斜视的啊，它不同于其他的山字头，其他的山字头就应该是写正的啊，但是写到起字应该是个斜视的，这是为什么呀？大家啊应该在文字学方面有所研究啊，读一读说文解字你就知道这个起字的山字头之所以歪着写它的来源了。在这个篆书当中啊，它这个上边这个山字头啊，它是这样写的，实际上这并不是个山字，它是个横式的，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古人们呢为了保持原来篆书最早的这个字形，所以把山字头起字上面的这个所谓的山字头写歪了，以表示上边是这样一个这个头而不是个山字，所以有的时候比这个山字还要斜啊。比如说古人写一个砖字，就是这样写这个砖字，有时候把这个头啊斜到这种程度上来，这一点大家看一看九成宫，九成宫里边有一个字叫锐，锐盈突曰，就是那句话锐字，你看他那个锐字就是这样写的，这个山字头啊非常明显的左斜，这是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起字的这个头和这个砖字的这个头都是这个头，不是个山字头，所以读读写的这两个字的时候上面一定要歪斜，写正了就不对了，而真正的山字头写山字，比如说写一个啊，这个比如说崇山峻岭啊，单写山字不用说了，它必须正着写，这是个正的。崇字也必须是正的，岭字也必须是正的，啊，这都是需要是正的。读读写起字和砖字这两个字，因为在篆书上大篆上它就不一样，所以古人们写到楷书的时候，写到行书的时候，都要倾斜着写，以表示它不是一个山字头，这是需要大家必须清楚的啊。这是从这个文字意义上向大家介绍这些个，然后再说一下呢，这个字的主笔非常明显，就是这个起字的下边这一长横，这是那个主笔。在结体上看呢，大家注意，这都是等分，这要是两个到下边是这样的，这是几个等分，
写的一定要准。好，我们再给大家写一下这个起字的楷书啊。注意，还有这样写的，左边点一点儿，这样挑一笔，这样写是短撇，仍然是斜式的、歪着的，也是可以的。注意这个口，起字的这个口不可以写得太高了、太宽了，宽了以后就失去了比例啊。所以写这个下边这个豆子的时候，独立写它的时候也是要这样，一定要写扁一点，就是底下这横要长一点，上边是收，下边是放，把这个字要写好。下边呢，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起字呢，它的行书写法。在行书当中呢，起字仍然是山字头左斜，保持这个楷书的写法，也就是说楷书保持了原来篆书的写法，保持原来隶书的写法，那么行书呢还继续保持这个特点，我们姑且把它称为山字头吧。注意看，行书是这样写，你看仍然是斜式的啊，稍稍有一点斜也可以，表示出来一点就可以了，总是有点斜，完全正是不好看的。所以有些个人呢不明白古人写字的原意，以为这样写山字写歪了，他可能这是一个败笔，实际上是你的无知，需要知道这一点。而我们现在发现山字头歪着写的，特别在楷书当中只能见到这个专字和起字，更多字我还没有发现，我估计也许还有其他的这类型类似的字啊，但是目前发现的就是起字和专字这两个字。那么引申来看，凡是跟它有关系的作为偏旁部首也好，作为一个组合部分也好，只要有它们，上面所谓的山字头就要歪着写。比如说写一个楷啊，楷歌的楷也是这样，那行书来说也是这样啊，也是山头在掰着，所以要注意到这一点啊。行书写的时候呢，山字所谓这山字头稍稍的让它小一点，然后注意下边要宽，越底下越窄，也就是说上下是收，中间是放，让它这一横要长一点，下边顺势的有两个转折，同时要方圆坚实，不要一味的用圆笔，这属于是圆笔，到这笔是方笔，像这种地方是要弹起来的笔画，是要方起来，方圆坚实，但是行书当中以圆为主，楷书当中以方为主，记住这两个要领就是了。